本侵略上海时期，荣家惨遭灭门，三名子嗣流落各方。今天日本人来，我感觉时局要变，现在是时候让你接我的班。上海现在的局面过于混乱，请你出任上海特勤处处长。兄弟间的同事操戈，刘小姐，爱情间的爱恨纠缠，你就离他远一点吧。金老板，我来看金宝。对不起。事业遭遇奸人所害，他们的命运将会是怎样？兄弟们，尽在 DBTV。